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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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一千万劫难遭遇。一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坐。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今仔天气真好吼。顶几天啊，个安尼落雨十毫米。买落甘露啊，无水啊。无水吼，对吧？这个世间就是安尼啦，吼，受侪受侪水啊，受侪水啊，烦恼啊，无水啊，烦恼，一切拢未完满。那按即马的继续吼来讲，安尼普利道次第广论，按个现到599页。在一行十二行，599页十二行。今天伊就讲未了啊，吼、哦，今仔无一定后节课就通讲到第一啊，或者是讲今仔安尼个讲较幼个，后礼拜较通讲到第一啊。总是吼、哦，按个普利道次第广论内底个架构，伊个基础甲拍起来。以后安尼讲，就讲较幼，因为伊内底所讲的拢是观察相。观察相就是啥呢？就是迄个分别相，就是讲爱经过安尼动脑筋、逻辑推理这个方面。因为这个方面呢，会当阮得到安个了解。无按通常吼、哦，安若听到佛经，啊听到啥，世间代志足厉害，但是听到这个秘密信息啊。伊讲早安就相信，唔同安尼。一经过思考过，这个信才是真正的信，对吧？啊，无人讲的信，啊，别个啦，哇，看到这个我有介意的，啊，人家看我就行，啊，就害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习惯性、甲养成吼，对咱有一个好处。顶边呢，咱就讲了出离心、菩提心、空正见。那空正见，伊就是。人讲一世人来，你也无学空净吼，就白来了。虽然安尼听到无通进入空性，但是俺一定爱了解空性。后世人来，俺需求迄个空净的心就较强。如果俺即马来摆贴，迄个边啊，讲我以后有能力、有时间来学。这个物件你都无法能结缘，后世人来，你是不是要拄到这个状况？讲我后世人去学，有这个断流嘛，这个习惯性嘛。那想讲我这世人，人讲叫我学什么会？我想是讲以后再讲，对吧？人讲呢，你养成这个习惯的是，你嘛能以后再讲。所以一个人呢，伊的向心力足强的时，伊拄到啥，会甲参考一下。甲了解一下，啊，然后呢，思考，我即摆是要学啥？有个人伊学到迄个物件时，但是即个物件学足久，伊嘛变袂开。有一个要甲学好了，迄个心态即足好。但是你爱想着讲缘起就对。目前安尼行的，就是结果业果。即、這个业果你无清楚，你讲你要往生西方，你讲去要做人，拢免讲。啊！你啊，入过探讨也清楚，你以后要学空性，无困难。所以讲空性内底呢，它是谈到缘起，即是空性；缘起才是空性。所以伊无了解缘起的人，讲伊要了解空性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空性伊是很高高的上华，无唔对啊！大家拢爱做爱讲空性，但是正经对空性有了解无？
嘛不一定啦，为人有了解，但你学空性呢，伊嘛有一个触底就对，有一个触底，你也照安尼行，不管咱年纪较济啊，只要有想要学，也袂困难。我讲安尼应该是有理啦，因为我过去嘛是东看西看啦，看到最后呢还是不解，无法通了解。好，咱即马慢慢过来讲者，来，咱甲看这个文。咱顶边讲到清净见吼，就是要离开真义执甲损减执，就是长边甲短边，啊，大家中道。所以有的人咧讲中道，有一种无同款的思想哦。安尼讲的中道是空性的中道哦，甲一般就是讲啊，我也买我一边，也买我一边，就讲我也买讲人做人的吼，会中间讲啊，我买插袂到好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？啊，一挂代志，安得徛伫中，安两个中道，哪会当安尼讲？但迄个中道，唔是即马要讲的中道。安尼讲的中道呢，是应承派佛陀思想最高阶层的这个中观正见。啊，对，安即马要讲的是这哈。安尼看文，啊，导数第三行哈，中道正见即。不执诸法实有自性，也不波无所生所立诸法，如实了知，诸法仗因缘而有，故无自性，而不堕缠边，也了知诸法既仗因缘而有，就有因果而不堕断边。这个中道就是说，我们不堕缠边，也不堕断边。缠边就是真义执，有一个真实实在的我，这个叫做缠边，永远不是。所以一个说中道正见呢，不执着诸法实有自性，因为呢，一切法你以为它是自相成立，伊迄边改成一开，那就是这本册，伊就本来自圆圆，自圆圆就这本册，伊就改成无什么因缘呢？这种的，的内心这个概念啊，安尼看，迄就是实有自性，迄就讲这个话有自性意味。如果啊安尼呢，你多一场边，因为有自信有，他就不会坏念，是不是安尼？就没有因果，好。所以伊这边就讲也不波无，但是呢，你讲伊是因缘而有，中道的就讲他没有自信，但是他因缘而有，所以不是否定他的存在，伊是因缘有。譬如讲这本册，我感觉讲伊有写出一本字，啊，我能了解一寡代志，那呢，大家共因，甲讲，哎，这是一本册，这本册名是一个概念名，伊毋是真正永远存在。安尼内心袂使有迄种，如果也永远存在，安个会当个分析，安个跳法，对无？佮个撕得很脆，你讲切起来我看嘛，那有切已经破去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这个切也破去呢，安内心的概念东西就破去啊。啊，这种呢，就是讲伊确实无一个自性存在的法执。所以所生所立诸法呢，伊讲说生出来，我们说看到说安立的这个法，如实了知是障，是诸法障因缘而有，叫缘起有。在应承派说为名而有，哦世俗有，拢也在的第二啦啊，故无独立自性，所以应是独立的，应是实质的自性有，唔是讲伊在伊去变分，伊就改当独立存在的物件。为心如果有这个概念，讲这本册是永远未变未歹，好、哦，永远存在。这个概念就是自信了，哎，来个贴掉。所以呢，因为安有这个了解，这个义工因为自信哦，就不会堕长边。长就是永恒不断，对吧？永远未歹未变。安头前有讲的，那叫真义执，安个增加起来。安顶面咧讲呢，我执。安讲啊，你这人吼、哦，我执很重。这人讲这个分能叫法我执跟能我执，能我执就是有情嘛，就是普特切罗我执，赶快艺术，不赶快灭呀。也了知诸法障因缘而有，阿曼即嘛
伊安尼安着了解讲，哦，因是自信有，伊是因缘而有，安着袂去乱去，所以呢因果丝毫不乱，是不是安尼？有因果，既然讲到因，有因就有果，就讲了有漏法。有漏法里面呢，它分成有漏法就是无常法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好，接着做清楚了解，一个是有因，就有一个果。所以呢，不堕断边，伊是为这个长边甲破掉，啊来破掉这个长边来渐变，伊是有因有果，它是无常。所以呢，就不是全部都没有，哦，它是因缘而有，说不堕断边，有此正见，不堕二边，故名中道。所以按这个中道呢，是离开长边跟断边。所以要起名于中道，我使传来的无名实质是一切烦恼的根本，也是生死的根本，要有此清净见才能断除。无数以来按的无名，按假公无名嘛，无名就是不公名。你这个不公名呢，在十二缘起当中的头一行就是无名。这个无名就是颠倒，甲五蕴吼色受想行识，看作有一个我完全的存在。这个我是增加出来的，伊是无的，伊是缘起，伊是缘起的，对吧？哈，我老爸老母生我这个人，啊，甲好一个名，我叫做什么人？哈，比如我即马我叫卢孝。啊，卢孝喜欢师父，甲好一个法名。但是我无可能甲讲这个法名变作是一个实在的代志。如果你也甲当作这个如孝，这个是实在的代志，永远袂变的。啊，如果安尼迄个概念存在是，迄叫啥？法执，是不是？有一个法，啊，安尼在我内心，甲当作伊是永远袂变的自信欲，啊，这样袂使，迄叫无明。所以他说无明的实质。因为无明呢，是颠倒无公平，按看了唔对，佮无会看作有，啊有会看作无，啊佮执着实质，佮执着伊，佮无自性，讲到有自性诶，执着吼是一切烦恼的根本，叫做魔障，也是生死的根本，由此的清净的空正见，开当断除。所以也开始讲啊，若未得此见，仅有出离心、不离心，任凭如何修学，终不能断除烦恼。所以清净见是大小正一切道的命根，最为重要。请问有出离心，我现在要离开三界，我有这个心，有法度解脱的无？无法度嘛，哈，那这样就做清楚啊。我有菩提心，我现在学第四法，我会幸福的未？无可能嘛，幸福就是解脱嘛，把烦恼障所执障给断除掉。一看一行空真见，菩提心所摄，出离心所摄，哈、哦，伊只不过是来看到这个世间的真相，伊是苦的。啊，菩提心，佮出离心，哦。大小乘的界别，一直看你菩提心，我的格局较大。有人讲你看报纸吼，啊，足了解整个世界，伊的动向，哎，我的格局很大。但是你甲伊讲着话时吼，处处咄咄逼人，讲也无要听啊，讲着话就要甲你声看安尼，格局就多些。所以格局唔是讲你目睭看远，看甲世界你读足侪知识，安尼叫做格局大。你有宏观无唔对，但是你的内心呢，地下等较多。那按照要讲的，就是讲菩提心呢，就是有这个宏观，按内心呢展现出来一个魅力，就是安那，接受吧。如果安那无法通接受别人，按